跑了跑了跑！我发现我们小区啊停车位很紧张哎啊！那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你看我们家有车位是吧？但是我们家没有车，要不我们拿我们的车位腾出来给别人停吧啊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？干啥呢？我们就停车位停在那里是吧？一点用都没有，拿出来让别人感觉这家挺好的这样子嘛？你想要个好名声是吧？对呀，这样子大家都是邻里邻居，在小区我们家才好混嘛，是吧？你看你停个电瓶车在车位上面，哎，这也丢人呐。好混什么啊？我问你，别人觉得我们家哎有车位都没有车，哎，就停个电瓶车，真的很丢人的，知道吧？那我们家没有钱，那他们也能不能好好心啊？每个人出一点钱给我买一辆车啊？那个不一样啊，你这个。你不要混淆道理啊！那本来就是嘛，我花钱买的，又不是人家给我不要钱的。你花钱那要买，是但是免费的，谁爱停谁停啊？等我们有车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停了呀，是吧？又不是说我们不能，我们拿出去给别人停，我们就不能停了。那也不行啊！按照你这么说的话，要是我买个墓地啊，现在我还活着嘛，是不是他们也要去躺一躺啊？哎，那不一样，你这混淆概念了你啊！真的，我看车位真的很紧啊，我们小区。我花钱买的啊，没停我也不会让别人停。你就做点好人嘛，是吧？你看，就像今天中午，哎，我看到一位美女呀，找车位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哎，我看你是看上那个美女了我都心吧？疼了，她找不到车位，我都心疼了，那种人是吧？哎呦，你都心疼了。你要想想啊。以后自己有车了，找不到车位，是不是也很可怜啊？你要这样子想。你直接把车位送给他得了。你看你，如果以后我有车了，是不是啊？不在我们小区，我们去其他地方找个车位，很难找，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很崩溃啊？想要别人给你腾出一个车位啊？你是不是也这么想嘛？那我就停外面啊，我不会找别人麻烦。我咋？我说你这个人啊，一点良心都没有，就停。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车位你就有停良个，心了啊？你看我们家这么大都住不完，你让那些流浪汉也来跟你一起住呗。你那么我好说的心，是车位，你别说房子啊，那就打个你比就方，一个车位电就动像车，房子一样啊。你就一个电瓶车，一个破电瓶车，是不是停在那里？我觉得很丢人，真的很丢人。我一个破电瓶车啊，骑出去啊，都淋雨呢，下雨天你是不看，是啊？大家能不能也可怜可怜我？大家都出一点钱啊，你让那我个也不买一一辆样，车。那不一样，你别混淆概念啊。你看，很多人呐，开车找不到车位的时候，看到我们停车位上面停着一辆电动车，嘿，人家谁都在破口大骂说：“哎，谁呀，没有车还停电动车在车位上，浪费资源。”很浪多人费都这资样源也说。是我花钱买的啊，我想停什么就停什么。啊，真的是今天我看到那位美女啊，真的是很心痛。人你又心痛漂亮，我啥觉呀？得漂亮的人就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待遇，找车位找来找去的。哎呦，这样你把车位送给他吧，房子也送给他，你出去睡大街就得了你。那先送他一段时间吧啊，那这位，你给我滚你不啊！是说送了吗？送他要等送到我们买车嘛，是吧？你让他送车给我吧。哎，我有说你车都这没个有人是，车位，你是混淆概念了啊！我看你是脑子有病吧你！就那么个停车位，停着一个破电动车，我觉得丢人。我花钱买的，我爱停什么就停什么，别人管不着啊，爱怎么说怎么说。哦，那你说你买的，你爱怎么停怎么停是吧？那你去弄个马桶放那里吧啊，然后去那里拉大便吧啊，真的是，我还要去睡那里呢。你还去睡那里，那是车位，停车的，停小车的，你去是不是啊？搞点道理嘛。我怎么没有道理了啊？我看你是有病啊你！病得不轻，大家都是邻里邻居的。啊，大家能就尽量为自己的生活着想一点，这样子大家都是好互相照应，是吧？大家都是邻里邻居啊，看我那么可怜，每次出去啊都怕下雨啥的，是不是啊？每次都像个不落汤怕，鸡一样回来。别人不怕你淋雨，别人不怕你成落汤鸡，啊，不行不就行，你滚！这种人，别人还巴不得你落汤鸡呢。啊，巴不得我落汤鸡，又想占我停车位，也真不要脸。真的，别人都巴不得你落汤鸡呢，像你这种人只适合落汤鸡。哎呀，哈，